哦，又到全明星之夜的时刻了。在比赛进行到中段，还没有开始交战的时候，炮哥就毅然决然地退出了比赛。大师，这次你绝对不能中立。像你们这样子说的话，那我就认真打。马上又回到我们第二集的节目当中了，好快啊！我们赶紧进入比赛吧，可以吗？你觉得呢？你觉得呢？你觉得可以吗？稍微短了点吧，短了点啊！杰弟，你觉得第一集你这个给自己打几分？我觉得第一集最起码十分的话，能打个六七分，我很不满意，很不满意。嗯，第二集一定要给力，好吧？绝对要给力了。要不然这。确实感觉录不下去因为杰弟是真正的第一次上我们全明星之夜、哦、因为我们第一季全明星之夜的时候杰弟还是一个小屁孩，那时候你还在 SVS 当个二线选手打杂的对啊杰弟啊，你今年贵庚啊？我88年的，25啊，25、哦、比你大吗？比我大一岁25岁还不结婚，你是不是能力有问题、啊？性不是那个性格有问题的，不是性格，不是那个性取向有问题啊，性取向有问题。我综艺你很久了，压力大不大？把自己卖进去了吧？今天我还跟他一起住，那怎么办？加油！一个宾馆怎么办？加油！加油！好的，那不管怎么说，反正今天杰弟哥说了，今天一定要给大家。一是认识到一个全面的一个冲突，是的，关键是不是指那两三四个兵种的冲突、嗯？是的，关键是要把上一集的那个干死他，一打成一比一平的那个哥们给干的。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连着一起录的，所以那个家伙现在还在主机里等着呢。是的，那我们话不多说，赶紧进入比赛，今天一定要干死他啊！好，加油，加油，加油！你把他厉害的，你把他从十五级打到十四级，哎，他赢了，他怎么还掉级了？他自信吗？等等，你说好点。那个怎么挑战一下？他说你挺厉害的。那打大哥呗，怎么样？大哥呗啊，大哥呗，看他答不答应啊？人家都去厕所了，去吃东西了吗？嗯，谁知道？你要问他好吃吗？等他回来了，打大哥兵，先打好，打出来。大哥兵，要不这盘我用个战术？你赢了再说吧，随便你用什么战术。什么战术？我觉得观众已经开始喷了，对吧？都怪主持人不好。我们刚才那盘让你做什么了？嗯，没让我做什么。那你怎么输的？怎么输的？怎么输的？在我心目当中，1.85米的身高，怎么会输给一个 VS 十四级的人？嗯。可能怪我太那个了吧，轻敌啊，一开始没侦查好。不过主要是前面几个 T 都是那种打法，突然之间啊、变招了一下，有点不太适应。好，导播帮我们把灯关了吧，照得好耀啊。口好渴啊，你快喝呀。好，那我不客气了，先喝这个。哎呀。嗯，我想和你打大哥呗，要 WC 啊。嗯，人家在去厕所的路上，应该已经回来了。我觉得他正在脱裤子的时候，不打，哎呀，太怂了。哎，说真的，他赢了是怎么掉分的呀？可能延迟吧。好，打一行字。什么？这局我两只手打。你觉得他会怎么回话？
没看懂，这都看不懂，没有幽默，这应该也是个马甲吧？为什么？你觉得他的实力有多少级吧？这个十，反正最少十六级是有。就普通的十五六级能干死你，在没有任何让的情况下。嗯，我觉得就算是十五六级的，你最起码跟人家有个九一开嘛，对吧？嗯，最起码人家具备这个偷一波的能力。除非打大哥背。好的，讲讲。对。No no no。哎，就是不打，怎么办？我在这啊啊！你跟他说这么巧，我也在录。不，你要跟他说你在录全明星之夜吗？你说我是看着这个节目长大的。这肉鱼啊，好意思了，好意思了，肉鱼啊，那肯定是肉鱼吗？肯定是啊，实力那么强吗？肉鱼还是挺猛的，哈哈哈哈哈。这个我就行不行？九哥，哎呀，知道他是肉鱼，我就好打了，哈哈哈哈哈。这不是不知道，哈哈。哎，这个不错，哥，你怎么这么大？要不问一下女士？你问你是 friend 吗？不应该问肉鱼，肉鱼为什么？东海，那肯定是肉鱼、啊东海啊，东海又不会踢。那你就说东海是谁？啊、嗯，还是北？东海不就是北大的那个吗？东海是谁？哎，他们在录什么节目？也是，啊，就是江家，江家。什么玩意儿？酱酱，是我名字啊？他不是在说我名字吗？啊、嗯，哦，那他知道你是杰迪、啊？他用的是金锁呀？对呀、啊，怎么可能？对啊，怎么可能会知道？啊，可能我知道了，他知道你来录全明星的，然后你刚才又说全明星，没有然后用费。他一开始就说他在录节目，他先说他在录节目。对啊，然后他又说是全明星吗？他可能会知道你故意挑逗呀。嗯、但没人知道今天杰杰来录全明星是吧？刚才电话都打过来了。哦，难道是他？不可能，不可能。不是，我说肯定会知道。你想看他打完深圳的比赛嘛？然后他就飞上海了。嗯、哎，人家肯定会问，哎，杰杰你去上海干嘛呀？他说啊，我是录全明星啊。嗯对吧、啊？这种一传十，十传百的，不全知道了吗？还是这个道理。嗯、那向他问个好，带我们向、哦。哎呦，这什么意思啊？好，打完两个球没撤，回去。肯定要跳跳狗啊！啊他有那个没撤。看一下他是出雨费还是出什么？哎呀，你看到了吗？没看到。那我觉得。还是得出厕所。嗯，稳一点。哎，你故意留个口子啊？哥，要不然一会儿我那个厕所出不去了。A 要是 B 不出去。这。现在你打算怎么打？直接厕所吗？现在要看他怎么打。那、哎、你连房子也飞不进去，你只能靠猜呗。对啊，猜啊。这么猛？哎，东海强还是肉鱼强？他们俩都差不多，都没你强是吧？人家东海这次还拿第三了，好吧？就深圳那个比赛吗？线下赛比你厉害多了。确实，我也觉得。哦，我看了，好像佳南也去了。对，佳南也是去比赛的吗？佳南不是，去玩的。他是陪东凯去玩的。嗯，
果然郎情妾意啊。操作确实不错，没有啊。他说他是东海对吧？那你跟他说打赢这局奖金能给你？不行不行，你现在知道他怎么打了吗？真的对他只能是靠猜、啊、开矿没有？对啊，只能靠猜啊，这真的不是个好办法。那你房子能早点飞过去吗？没事，他们买雷就好了，那我就火力正常。所以我过去的路上已经被雷炸了很多，小心一点。就是没雷我才过去的，就是他现在同门诈骗，等到你到的位置时候再解除同门。你别吓我好吧？这各种忘记。嗯，这一波有机会吗？有机会。过去一看，坦克都有，啊没有。他如果不是第一时间通龙兵的话，哦要进去了。哎呦，哦、有兴奋剂。啊、哦、有兴奋剂。MM。好的。是这样的。你射身好了吗？升本了，你出了克吧。他现在只能出飞龙了，靠飞龙来拖时间甩。确实遇到高手，哎呦，眼杀，哦不行了，完了完了，啊，盯你枪看啊，呵呵，哎呀，哦，结局，我觉得下次我们请东海过来做全明星之夜吧，好的，好吧，我觉得今天这个嘉宾费能啊先退回一半给我们吧，降降等于优秀，有优秀，嗯。你干嘛在这个地方？你这里没有那个地堡的那个，还是先下下一个。好、哦，第一天八条飞龙出来了。不行啊，你在干嘛？这么多枪兵、啊，你干嘛 hold 得住啊 ？hold 得住，撤撤撤，没办法。认真打，认真打。A， 我相信，人家现在只剩下 A 了。这么猛？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这被 A 平了呀。九条飞龙能创造奇迹吗？我觉得杰弟相信自己。当年 F 九幺很多次这种逆境当中，不是，当年小贝很多次这种逆境当中，还是能够翻过来的。你来，我们顶不住了。哎呦，这个香槟好硬啊！几条了？哇，这个狗出来简直就是第二人家接兵接上来了。啊，哈哈哈！哎，我疯了，也烦了。今天终于遇到对手了，是吧？你真的打不过肉鱼吗？或者东海吗？嗯，我觉得刚才他们可能有人换手了，不知道谁换过来。啊，有没有？这二十的是谁？你现在转移话题了是吧？不要转移话，哦，真的是二十。哎呦 ，VNW， 这个人不认识。你就看来你不认识的人很多，我觉得还是刚那个打肉鱼吧，还是打肉鱼吗？不知道是不是肉鱼啊，要是不是那就尴尬。第二个、啊、人家又升回十五级了，谢寒大哥，再给我一次机会。哎，我认真打一盘好吧，认真打一盘好，这次我们不影响你啊。为了让你先打一盘，我顺便去个厕所，就这样，这加油。这好的，等等啊，他干嘛又要去厕所？我去开霸主，霸主什么东西啊？就作弊器。现在是状态怎么样？现在感觉脸上黏糊糊的。黏糊糊的、嗯、真的全明星之夜很少有嘉宾来了认真打的情况下会输掉，
你刚才认真打没？先问他刚才那两把算不算认真打？刚才我刺蛇忘记升速度了。嗯嗯，你发挥几成功？你觉得？开始，反正也不知道自己打了什么，没打好。他真的去开霸主了？怎么这么长时间？不知道，人反正消失了。大家稍微等待他一下。嗯。如果真的是本人的话，那也是国内一场顶尖的较量，是吧？你说哪个本人啊？是肉鱼还是东海？两个人不是实力差不多吗？反正总的来说是一场十一级对十五级的较量。十一级，这个说好帮龙哥打到十二级。对呀、啊，打到现在，你别把打成十级啊！打成十级这个账号我不要了，哪怕叫金锁我也不要了，哪怕叫紫薇也不要了。我比较喜欢金锁。他干嘛老说站着呢？他叫我名字。你打上字，带我。是挺，你还是挺配合我的。打上字，带我向大师问。打上他，好久没看到大师了。带我向大师问个好。哎，他怎么知道你是杰丁呢？真不太可能，你用的是金锁的 ID。不过大师知道，金锁是我 ID。五月才见的。啊？什么叫五月才见的？不知道。那说明他还是认错你了。这我要承认吗？我觉得他说了，这次东海不是去那个了吗？东海不是去深圳了吗？你不见到了吗？谁？东海？对，那他应该是、啊、我见到了。那他应该是肉鱼啊。应该是啊。对，肉鱼没去深圳是不是？去了。也去了。啊。那他为什么说是五月才见的你呢？不知道，到底是。演员还是我是演员？认真打！大哥背，必须得赌上男人的尊严。对得起出场费。太可怕了。错了，如果真的是东海或肉鱼的话，不应该说那句话，说五月才见的你。五月，他打错了吧？应该是六月。那也不是六月，应该昨天才见的你啊。对啊。这什么？他在哪呢？哦，在这里。这局别再输了。点活路。你家门口。哦，严阵以待，重攻场。入 VOD 不容易。你问他录 VOD 你有嘉宾费吗？你别说的这么啊透彻吗？有两百。哎呦，他很懂行情吧？你说我是演员能分我一点吗？
祝你就死。你现在预测他是什么打法？他可能就是先出个雷车，也有可能，都有可能，猜不到，不好猜。那你为什么不房子飞过去，就是往你送的，早点飞个房子在他门口？也有可能是提速雷车，不是坦克，这样是坦克。支架开局，开个矿是吧？很好。那什么样的出什么兵会比较克制他们？这盘我没打好，他已经开始找借口了。哦，这什么情况？哦，难道知道了，他又是那种？哎呦，别乱来！他二矿有点慢啊，是吧？是啊。TVP 死的。这盘怎么样啊？上个厕所回来，好像看。听你的说话的语气感觉很优势啊。是的，因为对方说他没打好，这他不算。对呀，我感觉哦，我觉得他们那边录节目应该是就是找自己几盘打得不错的赢的人是吧？哎，赢的赢的没有吧，姐弟啊，应该是 现场直播了吧，落下画饼，现场直播会上厕所吗？就是啊，他说他录 VOD 啊，他都说了呀。哦，全明星这一般都是输几场，还有我们剪几场。对，输几场，然后把赢的去掉。他们是把输了去掉。是的，那肯定是的。我杰弟现在已经没有多余的思想来考虑我们说的话了，你知道吗？啊，先让杰弟赢这盘再说吧，都已经输去。报仇之战，好难赢啊！哎，你真的就打不过他吗？主要是我开局亏了。啊。我九弟提速，然后没占到任何点便宜。那他还说他没打好呢。这种人就是得了便宜还要卖乖吧？就是，还要赶蚊子。哎呀，姐弟好辛苦。这是。哎呦，你这狗迟早被他消耗完的。嗯。好，就看你飞龙了。好的，哎，又只有靠飞龙逆天了。之前我们看都是看他飞龙占多少便宜，现在看飞龙是看飞龙打回多少劣势。哎呦，哎呦，好的，好的，他已经出巨人，哎呦，家里只有两个刺手，不然能把对手吓跑。我现在看出来，真的。七分对手不一定打得过他，就感觉两个人打的还是有来有回的。嗯，是真的，对方有实力。啊，他开个十五级的马甲也是个啊，哎，占便宜。哎呀，一个坦克。哎，他正在升级，应该在升级这个大脚的射程。嗯，要把他那个射程打。记得我原来看 Flash 打的时候，他就有的时候机械化就靠大脚来防你的飞龙。嗯，对，关键射程太远，打人口了。哎，偷张坦克，占便宜，漂亮，可以了，别偷这个。哦呦，是不是所有甩飞龙的人看到防空都认为那是100块钱？是的。内心当中就有一股冲动，就要去甩他，一定要点掉，你要甩他，肯定啊，情不自禁的那种。哎呦，好空的，米仓里的老鼠三个 ，nice， 走人走人。但这么重新下去也不是个办法，那怎么办呢？开三矿，比亚吉现在能占便宜，现在便宜，嗯，是的。我要把他二矿打飞才行，有点难吧？
我觉得你开三矿可能更好一点。不过他没坦克了，可能是次机会。是啊。好，他看到你了。哟，好多雷啊！打掉了。我觉得好惊险。平 A 吧，别乱操作。上次就是你一操作，把两颗雷引到了自身堆里面。好的，这条小狗勇猛，敢不敢上？前面是两颗雷哦。哎呦！哎，小操作不错哦。进不去，进不去，进不去，进不去。兵太多了，还有坦克。好，至少一 A 二 A 三 C 四 A， 这个好跳啊！好挑衅啊！他肯定不是摁错的，故意打给你看。是的，因为他现在还不具备一 A 二 A 三 C 的资本，他充其量如果打错了，应该是一 A 二 A 一 A 二 A。对。他故意打成一个四 A， 感觉好像有四个兵一样。是的。我觉得这把绝对又虚的，没有坦克，冲都冲不进去。哎 ，CVT 从古至今就是不太好打，是这样。是的。我记得每次看到大后期就是蝎子和科技球之间的，对吧？嗯。我今天应该是杰利在打，所以我们通常看不到那一天。我们看到的是口水和飞龙，飞龙然后对抗对方各种兵种的话术，这是重组的终极兵种。好，战点小片，战点小片，哦，坦克，长剑掉。哎呀，被他多发出礼炮。哦呦，还有两坦克。哇，还有两辆坦克。哦，那是万军丛中啊。取敌将首级，然后自己也死。哎，他退了。他说 again， 意思就是说你输了。嗯，就是早点退吧，孩子，不要挣扎了。这么跳，他还说他没打好呢。这个小伙子是有点跳啊！我好菜啊！杰弟各位打的没信心了啊！是。那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一种做法哦，就换一个人打。那怎么办？只能你来了吧？只能你亲自上场了吧？龙哥，教我打星际吧！多年封印的技术终于要出场了吧？六D 吧，真的，只有靠六D 了。换一个，我觉得六D。换一个人，换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人没事，是你一辈子无法逾越的鸿沟。我最后和他打一盘，好吧？啊，最后和他打一盘。最后打一盘，我一定要赢他。这两个还打出点火气来了。那我很愤怒。关键这个人又跳，太跳了。真的打吗？你确定？打，真的认真的，一定要打，是吧？我好好打了。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那个，喝瓶啤酒。喝瓶啤酒，消消气。哎，那个，来来来，在这里，大家看着，我们怎么来？我告诉你，三四有一个绝技叫醉星际。对，你只要喝的越多，打的越飘逸。来，哎，已经开始了，先开始，先开了再说。升个龙鳞啊！先让你闻闻点酒香味，给你点刺激，好吧？好，说实话。啤酒还是真属于那种没有酒香味的酒。如果你说有酒香味，就是白酒。哦，会有飘香的感觉。其他什么酒闻起来都特别。哎呦，真的吹了！先吹起来，先吹起来。让你看什么叫醉心，叫什么？大家都不容易，为了让大家开心。什么大家开心？你开心啊！人家杰弟都是一个人在喝闷酒了。我真的吹完吗？那导播切镜头啊，干爹！这已经怒了，完了，怒了，完了！哦，不行了，不行了，行行，可以可以。好，有精神了吧？有精神了，必须的。我怒了，喝了这么多，好喜欢就喝了这么多，你也是眯的吧？啊，嘴唇配一下也叫怪了。这个就是。三四一开始也很挑啊，也说自己很能喝啊，对吧？看比赛。面天，明天，跟彤彤出去玩不？彤彤是谁啊？彤彤是谁啊？听名字像是个妹。是我们队长啊？啊 ？SVS 的队长吗？不是不是。哦，你这个叛变的家伙！怎么了？无间道啊！这。龙哥，想当年我们 S S 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的，你现在进入哪个队？我也想加入。彤彤是哪个队？江西联盟。哦，江西联盟。哦，你说是他了？是啊。前段时间我还跟他 QQ 聊过了。
对啊，因为我们准备把虫虫请过来做一次全明星系列嘉宾，美眉啊，真的假的？真的，女孩子打的打进去特别厉害。什么水平 ？VS 什么水平？最近跟 VS 啊，你是问他一 v 一还是又一 v 一吗？他跟 friend 打的二 v 七啊，啊，二 v 七，二 v 十七，开玩笑什么二 v 七？哦，他跟 friend 打的有来有回。果然是一名有实力的美眉选手。女孩子能打这个水平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呢，我又怕请彤彤过来做全明星职业嘉宾，又会被骂。又被骂？是，现在这帮人很难伺候的，你知道吗？为什么龙哥今天开始这个说怕被骂这个事情已经说了一万次了？我现在正在胆战心惊啊。不至于吧？就嫌女孩子打得不好，不好看。那人家毕竟是个女孩子啊，长得好看不就行了？长得好看吗？嗯，挺不错的，很 nice。满分 nice 啊，满分十分，打几分？满分十分，我觉得应该有个没有六分吗？9.9吧。9.9，那必须得请过来啊！我也觉得这么夸张。范冰冰打几分？我比较一下。范冰冰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只有6分吗？小心点啊！那我觉得 你这个是在亵渎龙哥的女神。对，你现在用的就是啊，金锁的 ID 啊。好像想赢这一盘，想赢这一盘，这个说几句好。范冰长得太漂亮了，太美了。哎，你觉得呢？女神呢？范冰冰蛮有气质。你觉得比范冰冰更漂亮的女人是谁？比范冰更漂亮的啊？那有很多啊。对，你要真让我说的话，我还真一下说不出来。张曼玉啊，等，那种古典美不是我的。那个林青霞，我倒觉得周迅长得很有味道。这我们看女人看的是味道，口味有点重的。你觉得周迅的味道是脚上面的还是胳肢窝下面的？你这种人就啊，三死。只看脸的你，只看脸的那里。但是周迅啊，你喜欢周迅的声音是吧 ？No， 除了他的声音呢？他的声音是最不完美的。啊，我跟娃娃聊一会儿，你认真打啊，主要是不想影响你。嗯，没事。你现在、啊、他现在心里面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周迅，一个是范冰冰。哦，他这么说我好像见过彤彤一次。哦，那天谁过来做全明星嘉宾也跟彤彤出去玩。9.9分哟、哦，9.9分，因为那天太黑了，然后我没看清楚。你看，现在结地各种什么，长舒一口气，压力好大呀。全明星职业的嘉宾第一次输得这么惨，哎，太丢脸了。这是你第一次来全明星，我真的就只有这种实力吗？我在怀疑。是啊，我觉得不可能啊，这连肉鱼都打不过。全明星那方是人族对吧？国内最强人族现在是谁？国内最强人族，嗯，应该是磊磊吧？磊磊最强，嗯，啊，这种就是磊磊，我们就这么认为吧。你是在当个心理安慰，你就当真的听。对，好。啊，我输给了磊磊不丢人，对吧？他在干嘛？又是这种。说实话，我觉得他这一招你很难突破。哇！这个去。哎，好，我们还是聊点别的。还有机会吗，龙哥？以你多年的经验，一颗雷炸死8条狗。有不管8条狗才400块钱，没有啊？不，没那么贵。八条狗多少钱？200块钱吧。啊，50块钱2条狗。对啊，200。我数学不太好，那就当是不是200块钱啊，姐弟？嗯，别，没事没事吧，你没事的。我们不再讨论小狗引雷啥。小狗引雷吗？哦呦，真的要这样吗？简直拼了，真的拼了！现在 APM 已经切换到最佳状态了。现在不拼，更待何时？3个墙壁，把这包谷全部送完了。这么多雷车了。你有什么
当然想引雷吧，你看，嗯、想引雷又不开矿，那就去看一眼、啊。这是什么概念？哦，最后一票组还发点可能。我感觉这个第一局，我记得杰杰是赢了的呀。对啊，感觉很轻松的样子。我赢了吗？对啊，第一局赢了呀！哇，那个去啊！我感觉突然就是不是真的换了个人啊？有可能那边换手了吧？中国能够把杰迪打成这样子的人族，应该屈指可数。哎，这波费用再早一点出来，大哥多。而且八条龙，前面打的太多，你的希望了，杰迪。是啊，我也觉得。不是，你要这样想，他只是他单矿，你要这样想。能不能拉带还是比较及时的。五、哦，这么厉害！能不能拉回？玩的六，玩的六，现在你两矿，他一矿，好好操作，相信自己。啊，开矿，开矿！妈妈说不要放弃，哎，这个时候开矿就对了。好，认真打。又是我的呢。哎，他好像一直在用各种战术来调戏你啊。嗯。哦，一个基本上一个瓦格雷的话，这个费龙就不敢甩了。两个，一个还是可以打，两个有点痛。哎，那农民呢？被劫了吧？好像这儿有个雷车。赶紧开三矿啊，不然待会没时间。嗯哦、哎，这局是不是感觉凶多吉少啊，龙哥？不要不要给他压，我们还是谈谈。没有啊，这盘好打多了，好打多了。没，没前几盘那个劣势那么大。但是还有劣势，你话的言外之意，只是没有那么大而已。嗯。哎，好像门口有东西能看。好，加油，你可以的。哦，好进来，好的，好的，好的。第三个来了，传进，三下，好，可以，可以。哦，死了一条飞龙，开了两条，还可以。换掉三个瓦格雷，嗯，赚。三矿要用守住了，是不敢出去，反正就没速度。哎，他好像又转了吧 ？MM 啊？好像是。你不去看一眼啊？这有飞龙了。对啊，我要看。我这次自食数量比之前多多了，我这么着进去啊？你好哎，没有他没照第二个气矿，转了，转了，哎，好的，正好被我们发现，这次好点掉，哎，不敢打，不敢打，这不能点，残血的太多了，这次确实比上一盘好多了，好，看到你没有坦克，哦、对，而且趁对方这个兵营没有造好，没有开始爆兵之前，先 A 一波。对面在转 MM， 哎，感觉这一波很有机会啊！这个雷车你先造点兵就可以了。好的，哎呦，有机会哦，有机会哦！中国竟然有人族啊，干得过杰地，这不可能的。好的，哎呦，这才是割了真正实力。现在要开始割了。有坦克了，有坦克了。现在能跳吗？能跳。现在不跳就没机会跳。这个就一定要啊，后面开始不断的蓄力。好，正好能抓了吗？能抓了呀，但他还没有到女王。这种级别的人抓一个，真的可以饿半天了，跳一辈子呀，跳一辈子了。这不用啊，我觉得我还是要尊重对手。他已经不尊重你三回了。他刚才当你的脸跳了那么多次，现在尊重对手。
哎，不过说实话，抓基地真的蛮难的。他看到你想抓的话，直接把这个基地飞起来。抱住。飞起来也能抓。飞起来也能抓，这么硬吧？能抓。他只有在被抓的一瞬间，瞬间把自己基地点爆。是的。对。宁为玉碎，不为瓦砖。这样都不放弃啊，主要是现在你把它憋在二矿里自己运营一下呀。对，这是要运营一下。现在铁头 A 的话只能送兵啊，星期一的高地实在太难冲了。哇，这基地伤血了，一看到伤血的基地就有一种冲动啊。赶紧啊，真的啊，这个级别的选手抓一个基地价值连城的。好，已经在找了。好，赶紧给你出一个，出一个，你冲冲冲冲冲，他就退了，你让他自己去，算了算了。主要是基地刚才被 A 的太多了，现在有点虚，还是要稳住。他尽管有很大优势，但是这 T 有点实力了。废话，都打赢你三盘了，还没实力。你造 Queen 了吗？造了。好气。升三本了吗？好的。但是现在很难抓。你没飞龙了是吧？有飞龙吗？飞龙没多少。四条甩不动。好，正面正面正面。我的皇后呢？你先别管皇后了，能不能？哦，在这。哎呦，切！现在应该抓不了吧？不知道那个伤不伤血？哎呦呦呦呦呦呦！精彩了，精彩了！哎呀，修过了！哈哈哈！对面肯定在想，这人想干嘛？我刚才跳了那么多盘，你是想搞我是吧？你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哎呦，哎呦，熊熊，做兵呀、啊，赶紧！哇，这波亏成马了呀，一个都没死。这七八个了，可是吧？都是红血，兵是不？这盘你认真打，输了别怪我。我们永远是这句话。出蝎子了，这局好像什么都出了。嗯，想看啊！哦，坦克坦克，点都是红血的，都是红血的。枪兵没多少，那这波哦，贴上去 A 了。给坦克，好的。对，不是小狗家的坑，现在刺上来。哎呦，几级了？哎，他打完就直接退了，赢了 ，nice。真是不容易啊，姐姐。姐姐，我们来庆祝一下吧，姐姐。我觉得喝酒还是有用的。你是不是喝了？醉心计。你知道喝了20秒之后开始才厉害的。他是不是喝了这么多？那还有一半呢。嗯。我觉得喝完这一半，你连战魂都能干死。是吗？真的，绝对。这酒味道如何、啊？效果这么好？很好，圣水。人家卖大力丸，我们卖大力酒。开玩笑，美国销量第一啊！是的，你知道美国人为什么这么猛吗？美国人很猛吗？美国人心计不是很菜吗？啊，美国说的是那方面。哎呦，你看人家还懂的。你这个真的是乱说。不是、啊、你体验过吗？体验过什么？美国人那方面这么猛，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肯定没听过。那你怎么知道的？看片啊。学这美国大片里面肌肉猛男是吧？嗯，是的。这一能一口气闷下去吗？没问题啊。你确定吗？要我表演一下吗？需要多久、啊？首先我问你，你是不是上海？你是不是上海人？我不是。是不是贵阳人？不是啊。啊？我是 B 级的。哦。这么点好吧、啊？我不知道观众行不行，反正我是不行。宝、你行不行？真的吗？我还真不信呢。要不还行不行？我今天开车了。这个理由倒没问。来吧，好，把这干完是吧？几秒干完？你就喝个眯个两，说啊，眯个两小时，眯完。我觉得这一点10秒不能再多了。十秒？
10秒，他嘴巴没那么大，这个没有关系。好，那你们就15秒好吧？20秒好吧？20秒，好，行不行？计时，我把计时器拿出来，计时。20秒，好，好，准备开始。等下不要急啊，不要急啊。我们这里搞个专业的计时器什么的。全明星之夜内容真丰富啊！来了，好，专业计时器，好，来，怎么样？手开始了吗？你开始，我们就按，我们就按。好。好好，好，10秒钟过去了，只剩下5秒了。哎，8、9，鼓掌鼓掌，哇，厉害，哇，这不愧是贵阳人啊，绝对比某些什么上海什么三生四这种货色厉害。哎，16、17、18、19，停。啊，这么慢啊！提了半天，我跟你说，上面都是。这么一点点，20秒是吧？我感觉我的很大口的，真的是二十。我感觉我的很大口，真的是20秒。我还有那一对半，你看到没有？是是是，我觉得贵阳人啊，喝酒跟上海人差不多吧。三十现在过来，绝对他说他肯定口很口渴。对，如果三十在看我们节目的话，三十和我速度差不多吗？比你快多了。这人家喝的比你多，好吧好吧，我现在是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为止，嗯，是两罐加半瓶。两罐啥呀？那两罐里边还有？我还有啊，我真的还有啊。有没有晃到手啊，龙哥？好沉啊，我根本就半拿不起来呀、啊。是呀、啊，没有这瓶没了啊、嗯，就喝了一罐，一罐加半瓶，嗯，就是充其量是一升多一点。嗯、好，我们继续啊。好，离我们第二期也差一点时间了啊，17集，对吧？17集、嗯，就看他给不给金锁面子了。先选足再喊大哥。进去以后，人家直接说了一句：“大哥，我不喜欢范冰冰，再见。”就把你踢了。他很卡。啊、哦，是啊。他会觉得是你卡。肯定不是我们这里卡，我们这里网络这么 nice。那倒是。算了。根本就不给范冰冰面子，屁高手屁虐贼，高手屁虐贼啊！这种名字我喜欢。12集哦，不用喊大哥，哎，12集你喊敢大哥？12集啊、哦，他是贼啊，他是贼啊，嗯，那你敢不敢吧？用屁嘛？屁，我的屁比较菜啊，不知道拿不拿？啊，算撑的撑不？在打兵就算，什么情况？怎么？这打兵算。我们你虚了就算了，换一个。你今天已经输了那么多盘，再输，我们都看不下去。就是，好吧，自己都虚了，我真的是。第一个，不是我的 P 那是真虚啊。啊。第一个，你的 P 多少级嘛？我的 PVZ 就13、14级的样子。你次，哎呦，这不是原来 SVS 那个？对啊，这个很高手啊，你队友啊，大哥，哎呀。他重新试一下，那估计也不会跟你打。哎，我们以前的老队友啊，新阳大哥，给次机会。你说我也是 SVS 的，我叫 F91，就被踢了。嗯、白叫了一声大哥，我觉得太亏了，真的。但是他现在完全心里不需要，因为用的是你的号呀，龙哥。要换你的大号吧。哦、不过他已经开了，第二个、这11级我都不好意思打。哎，我变12级了，哎，升级了，龙哥，升级了，恭喜！进这个吗？要不还是换号吧，这个换号，你这个号又等级又太低了，我觉得。好，来，这个导播。给回来，我们换号了。这种人真的是啊，你的号等级太低了。哎呀，我的号等级太高了。就是我金锁，你金锁11，我其他几个号都13、14级。还是换回我的吧。换你的，装装样子也行。真的13、14级吗？哎呦，这有蚊子。你刚才为什么不拿你13、14级的号呀？我那么多马甲记不清啊，我当时注册了。打了好多马甲，有10几个马甲，都是13、14级的。好，哼，那你们开开眼界，竟然看不起我们，还有19级的小马甲。
哎，好，开始找主机。好，我们进入洗主机。哎，十七，十七，救他，救他！哎，就看看不起我，这个人很卡他。嗯，是不行，嗯，是有点卡。但是他刚才看不起你啊。谁看不起我？十五。啊，刚才那个看不起。十五。十三、十四、十五的。哎，这个就真的是很那什么了。你进去他们又不敢打，然后换个低等的一号他们又看不起。对啊，要是有个十五六的就差不多了。哎，这种男人一进去确实很装。很装。装就装一下吧，哎。别一会儿遇到十七八的又。好吧。人家又不和你打。我知道有一天要把这个装回来。好了，打到现在了，能让两个农民吗？尽管我们冒着被骂的风险，啊？那就这样吧。两个走啊。当着他的面，哎，不对，当着他的面也是。不用不用。别这样。哎，你这样就没意思了。怎么了？打了一晚上的 PV 一个人。啊，让一个可以，让一个，让一个可以。哦，今天晚上好像打了一晚上这个 ZVT， 输赢都我退。应该还是个后打，你说不用后打一个小伙子。嗯，你说不用，这是。有压力，人家很为你考虑的。你说你真会体贴人。你真体贴人，你真体贴人，你一定有男朋友吧？白呀白呀！才两个，很上路子嘛，这个小伙子。很博爱，好，重组到两个农民其实还是损失蛮大的，不像上次杰斯大叔神族让两个农民没有想象中那么。你说同族对抗吗？不，因为神族让两个农民还是可以造农民的，对，他不影响造农民的速度。哦，重组让两个农民损失这个。主要是在很多人眼中是吧，就感觉让两个农民没什么大惊小怪，但其实真正让两个农民是差别蛮大，但是因为我们全民星际经常要农民，就是让的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但真正你自己去打的话就会觉得让一到两个农民差别多大。现在有多大龙哥介绍一下啊，到底有多大，就各种时间timing点都不一样，本来你是压制对方的时候，却发现你压到对方门口，对方一波兵反扑过来，直接把你 A 回去，然后一口气没上来。哦呦，好的，完了，整个节奏被彻底打乱了。没有啊，很好。你现在可以跟对方说你退吧，因为我要输了。这倒不至于。我发现娃娃你现在开关空调的功力渐长了，现在我掌握了诀窍，对着他猛摁就行了。第一次以来开空调和关空调拼命都开不了，现在已经找到诀窍了。是的，就是人确实在不断的提高。嗯，这又是 BF 开，还真应那句老话，十五级以下的喜欢 BF 开，十五级以上的喜欢 BG 开。是的。对吧，我总觉得规律都是很人性化很正常。好，到第三个机械。直接三开。哎呦，有第二个农民，算了。走吧走吧。人家故意给你一条缝让你钻。
看似有机会，实际没机会。等到你钻进这条缝的时候，人家就夹住你。嗯，让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嗯，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哎，怎么了？好了，现在关键是这个拍门时间点很可能不对了，就是他海盗船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刚刚放下飞龙塔。嗯，对的。这就是让农民的差别。好的，哎呀，还是被他看到。赌一下，挣一口血的事情。已经挂了。我发现现在星际真的是一开始打运营，然后慢慢的中期在拼。我记得我们有菜鸟的话就比较喜欢打初期，因为越到后期其实是越难的。嗯，拼运营实力。今天我跟杰弟在路上的时候就在讨论，就是前两天那个中国现在第一星际第一人疯子跟韩国的陈老师，就他们把韩国那帮退役的那帮职业选手们，嗯哼，给请过来了，打中韩对抗赛，但陈老师宝刀未老，然后那个跟杰弟在聊那场比赛，疯子跟陈老师打了几局？五局是吧？打了五局，对，五局。就疯子每次都是前期各种占便宜、占优势的，但是中后越到后期就越被对方给翻过来，像我们。结合以往那种 WCG 啊，这种世界性大赛，都是这样的。就前期中国选手是不是特别的劣势的，甚至是有优势的，但是往往韩国选手能够在中后期把劣势扳回来。就是功力的问题。嗯。不过他们练的确实比较苦。这拍那种确实各种不一样。好了，你这一影响，待会儿海盗船过来，不过你飞龙塔应该第一时间放下去。哦呦，有点实力。没好，还没好，还没好。果然胎明点不一样。嗯。杰弟，你的编队基地编队是怎么编的？五到后面都是基地，五六七八九零，哦对，然后兵就编一到四路，嗯，操作的过来，一到四，嗯，哦还好，他只能下一个房子，好的，嗯，地堡位置都造好，不造两个地堡，嗯，怎么样？再拖点时间，好差差了。三矿造地堡，只要出一个地堡就还好。哎呦，哎呦，白撞在一个海盗船。差有点多、嗯，有点多，但你路，好的，哎呀，好，哎，今天感觉守住了，守住，这个地堡，地堡，哎，你还要掉个地堡，开玩笑，你看，还是赢，这波，这波挡住的话就什么都赚回来。果然有点实力。让两个农民还能挡住，哇！这是要几个基地？有点多、啊。对方已经亏完，他现在肯定在转海盗。你是怎么判定的？他知道我出飞了。
你们出白球，白球强打，就是。哦呦，这不是正中了杰迪的下怀吗？杰迪就喜欢嫖你的白球。好的，哇，爽死了！啊，八九个了，十一个，十二个，这操作关系，哎呦，母老虎屁股了，母老虎屁股 ，nice， 不行了，海盗来了，海盗受伤太多了。主要海盗在前面的话，那个飞龙它的攻击的距离计算会有偏差，就不能甩到那个白球。倒不是说那个海盗拳的攻击伤害。一看三框，这么多白球了。哟，他也跟你拼了，你要再补个第八，稳一点。好，三个地板。哎，好，消耗他的血量。待会儿叫操作地堡强点他的白球，有细节操作一下就 OK。好的，哇，哦，这一把摸得太强了，真不能夸你，直接摸了，哇，还挡得住吗？这个飞龙再上一次被摸一下就全挂了，这建筑学多好。这送白球，他在开三矿，直接冲到三矿里面。冰是不是？哦，有三框吗？还真开了。哎，龙哥你怎么知道的？哼，龙哥这意识，有多年就这么被对方给打死。对啊，你是重复选手啊。对啊，对方这个时候往往已经开出三框了。哎呦，这东西保护住了，竟然有点实力嘛。好。哎呦，真的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死了两队兵，杀死对方一个农民，值了。哎呦，好多闪电兵。好了，现在考验你龙蛇演绎的时候了吧？还行，现在这波兵应该是，如果能打下三矿就赢了，打不下三矿就输了，是这个板子。还行，现在对方三矿开的也比较慢，所以即使被对方三矿开出来，打大后视野还可以。要找他。哎呦，闪电点掉，点闪电，哇，这么多闪电，六个闪电，我觉得你随便一甩都能甩死一两个闪电。是啊，他没电吗？啊、哦，有了。哦，所有狗全死光了。哇，六七个闪电兵全部被 A 掉。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好的。还有刚才最起码他有七八把电没放出来啊。嗯，接下去的兵我纯自蛇 A 了。不过家里面最起码他还有3到4把电嘛，试探一下。哎呦，他好多兵啊，小地图上。别打三矿，暴兵是蛮猛多的，暴兵挺猛。对，现在刺蛇的射程现在还没好，有点虚啊。虚啊，他没闪电，打不下来。他万一有一个闪电怎么办？先续上一个。一个，我救一下就行。来了，他打了，真的没电吗？哎呦，这家伙真没电。他说来一把电也好啊，四个低保他也冲。这么凶干嘛？我真的一把电都没有。哎呦，这家伙真的是，这边也没机会。他被点了这么多闪电，打了闪电，这边也两冲。好了，他这一波部队全部送光，必须的。上啊，兄弟们！
哎呦，感觉还是有点虚啊。哦，还说点那就没问题。还那么多基地，现补农民都能 ace。哎呦，没闪电是硬伤啊！硬伤。刚才这一波飞龙偷电兵偷了太漂亮。嗯，要是那六七个闪电兵到前线的话，就不好说。是的。那也是咱杰地哥操作好啊，跟着杰地走，吃肉喝啤酒，尽管杰地酒量一般。不是我那个，我喝快酒喝不了。嗯，反正就是杰地哥上次刚才说他喝了 一箱啤酒那个事情，是他喝了有两天吧，大概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和两箱。哦哟，以后我们全明星之夜可以除了星际实力出个排行榜，酒量也可以排行榜，酒神酒神。反正现在你排在上海人那个三四之后啊，三四排在末尾。之前还有谁？疯子，疯子也来喝过酒。疯子来过吗？疯子很早的全明星之夜。哦，那个时候叫人在江湖，他不叫全明星之夜。嗯，人在江湖。哦哟，又是，那不好兵，不好聚堆。我防这个速度。哦，这是他兵还真有点多、啊，有点多，这神族有点实力的。哇，好多兵啊！是的，是的。哇，你这家伙太快了，守高地去。这高地你要人家怎么冲啊？谁冲谁知道啊？肯定死啊，被人包下了。我正好可以包夹了。哎呦，这闪电有点多。哎，点光！哎呦，闪电又被点了。家伙，他为什么不电你飞龙呢？这不能夸他，刚夸他暴兵厉害，但操作不行。这电兵点光，好了，淹没在琼海里。现在还造什么困难？不过说实话，我觉得可玩性最强的大概就是神族。神族那个红球有太多好玩的东西。是的，下次我们还是请神族嘉宾吧。神族嘉宾有谁啊？嗯，现在超神没请过来。这家伙，你知道超神在吗？超神这次去上海了，去深圳了吗？没有是吧？嗯。哎，这家伙不是号称在？什么广东深圳那边，现在不知道流窜到哪里去。嗯，不知道去哪里。哦呦，掩埋球，不，这人暴兵是有点猛的。是的，一步一步又出来。那白球 A 点完了，插着就尴尬。嗯，还有白球。这人暴兵是猛啊，还有那么多。春哥。春哥。感受一下惨烈的虫族，开矿爆狗。先稳一下，他这波兵还是有点凶。哇，框框 A 了，框框 A 吧，这个编队是没有前途的。你还真在编队啊？你总共才一二三四，四队也编不过来、啊、不？是啊。嗯，我觉得真的，他大多数的操作全部在飞龙身上。嗯，飞龙要保护他。绝大多数的操作全是飞龙。对，其他的地方就是 AD 吧。然后飞龙是精心操作。这还真的。哎，我怎么感觉杰地喝了点酒以后？现在这个多线操作能力比较强，强多了。你看他一直在说，哎，怎么后面又这么多兵？现在是最心机的状态，三三四的绝学，独门绝学。哎呦，你不会吧？不会被那个吧？啊？那倒不会。这人确实看他开矿的，对他只要没有第四，没有矿就好办。那是什么？牛吗？
啊，没有第四部分。其实我觉得这个，你到后面也就是一两把电的事情。拿几把电放在哦呦，还是有的，难怪人家怪不得。这十二点偷矿，这真的不能忍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过去一看，水晶都没了，然后结地心都碎了。怎么闪电兵？哎呀，这是他的失误。如果留一把电的话，这一片真的是固若金汤了。对。哎呀，太可惜了，他没有留把电。一个闪电兵。你站在哪一边的呀，龙哥？我站在墙的那一边。墙头草吧，你就行。啊，真的有一个闪电兵，啊，可以放两到三把电，就很威武了。吃完他这波兵。他这波兵有点多啊，但他这波估计是最后两波了。没这经济。哎呦，难道你要变传说中的啊守护者？守护者，守护者一出他就退了。哎呦，这伯乐可真急性，有电吗？这家伙已经不用电了，闪现电好了。他用电也要被飞龙点，是不是不用？不是不是，省点气。那在哪边好呢？我打，要把他拆到三矿。118人口打得这么溜，你说人口多吧也不多，感觉兵力蛮多的。这人是暴兵，确实不错，我喜欢。可惜就是操作不好闪电兵啊。可以变大龙了，这么好，这次有了。那你有那么多 Luck 不用排 Luck 分散一下。哎呦，这家伙真是不会操作闪电兵。哇，两个哦，哥哥啊，这家伙闪电兵是来当肉盾的吧？真的是来和你换兵的，换兵的，他自己操作不过来。你看，又被点击了，哇，这家伙！哇，守护者来了，守护者，那他要退了。他有放过几把地吗？这家伙优点和缺点太明显。优点是暴兵猛，缺点是前线不会操作。我话说回来，他这就是因为。可能大多数时间都在造兵，所以前线就顾不太上。他应该就是造完兵往前一 A， 往前线一拉就不管了，然后打起来以后再过来操作一下这边的闪电。我这有蝎子，你把它中六，终于看到蝎子了。他兵还是挺多的。哇，真的。这是暴兵就有点吃他，暴兵他就三个矿爆出这么多兵，然后你一看发现对面又偷矿，这偷矿吗？六点钟呢，很久没看了。有闪电兵，哦，去主矿。哎，这家伙是真不操作闪电啊！我 my god。你前面放两个 OB 侦查一下嘛。这边啊，有白球，还是白球适合他。有闪电，他可以上。算了算了算了。我怎么觉得现在没有优势那么大呀？对方主要没矿，应该撑不起几名兵。只要他没开矿就好。哦，六点钟，果然六点钟。我说六点钟吧，要分回六点。还真偷了！哇，这个我觉得这个神族的运营和扩张真的是令人发指。来个红血，你这边放个黄龙是什么意思？哎呦，红血爽了，爽了，爽了，爽了！好，哎呦，瘟疫。传说中的瘟疫啊，对方的200人口战斗力直接打了个七折。我怎么感觉你好虚啊？现在才110人口啊。
是呀、啊，所以我在一直在说呀、啊，就感觉没矿了、啊。四分钟被他搞掉了，你不会输了吧，哥哥？你说你输给肉东海或者肉鱼也好，也就算了。这算输给路人吗，龙哥？绝对是路人。传送门造呀，首尾呼应。哎呦，来不及了。哦哦，红雪又是打了个七折，姐姐还有机会，再红雪，然后再到个蝎子，哦，这个高级守的 nice， 对方部队已经打了两次七折了，七七折，哎呦一把剑，哎，两个七折是等于多少？两个七折的七折吗？对啊，七折的七折。你就这样算嘛，十块的七折是七，七块的七折，多少？七七四十九，才四块多，是这样算的吗？啊，我所以说我数学不好，你看你数学老师也走得早啊。哎呦，我数学老师被气死了以后，直接是语文老师教的我们数学，是不是我们俩是同一个老师？哎呦，这个尴尬了呀，海盗过来只有守护者，嗯。龙哥，你没有感觉很虚啊？我是感觉很虚啊，那不转牛吧？没事，有一方，有一方。你刚刚那个克隆一下，哪个海盗船撞一只自杀？你快没钱了，省着点花。哦，还有神剑。没骗点点他，点他，我太闪了！哎呦，一把剑！哎呀，我觉得龙哥啊，这把有点危险。是危险的呀，姐姐，你真的输了？嗯，没有啊。怎么还没有啊？你太不注意对方的分矿了。你看看那个十一点钟，我估计他那边又偷矿了。好，拼一波。搏命一波，我觉得对面这个扩张偷矿确实做得不错。这个操作不敢，你只能变四队，操作不过来了。要那个传送门吧，你不是有很多都不用点？传送门，对。哦哟，那个闪电，我好消息，这个人真是不会放闪电，这个人的闪电兵就是肉盾。主要是不管闪电，真的是肉盾。他这个时候回头两把剑，哇，他真的不放闪电，我终于放了一把，好，终于憋出一把，两把，哇哇哇哇哇，大战操作，还是高地下面，哎，没出来，冰呢？嗯，你不是传送门，你放你点冰了吗？哦哟，好冰凉的，那么多白球怎么办？现在出自己了吧？我死守这边套路。我都是白球，小狗打白球很不爽啊，出去蛇吧。而且白球对红血好像没有什么用啊。红血打白球有什么？就十点血。你几个地方啊？好，传送门，传送门，传送门造的价值连城。哦，顶住了！哦哟，终于顶住了，是不是？好惨烈啊！他又来了一波，又来了一波。这个矿不能弄下来。有一只洛克，这只洛克 MVP。哦呦，好呦好，这波狗太及时了。哎呀，这边矿不能让他开呀、啊。好的，守住了。啊、守住就有优势了，有毛优势啊！我觉得你现在扣扣手都就你太打击人了，你就一片矿在那边踩，一矿打一矿、啊，一矿打一矿，神族优势啊！是啊，神族兵质量多高啊？主要是我这片矿是新矿，他的已经是残花败柳了，残花败柳。哎，又偷个闪电，哎，偷闪电，哎呦！这人真的，十杀什么时候好？
如果他会控闪电的话，估计杰尼早就挂了。那中国谁神族第一？嗯，战红啊，战红，你男汉子，你是战红吧？这，他肯定是战红，肯定不是，肯定是战红。战红的话，我早就跪了。你倒蛮有自知之明的吧？战魂到底有多强？很强。战魂是我们就是重新开始做全屏之夜的第一期嘉宾，谈笑风生间，对吧？就把对方灰飞烟灭。这么猛？很猛。那段时间还在大师那边做职业选手，不过现在回老家了。据说好像跟朋友经商啊，还是什么？朋友应该。你之前做职业选手赚的多多了。他没叮当吗？你贵了58块钱。不要花。对付还那么多兵，他没叮当，这是你唯一的机会。我那还有东西。这真的是你唯一机会。哎呦，地堡别出来，有蝎子吗？哎，这就看这一波了。真的就看这一把，哎呦，闪电又被偷了、哎，这个不经意之间闪电就没了。哎呦，地板没出来，那可以瞒，赢了有机会了。赢了。哎呦，这里他没叮当的话，他真的打到最后一刻啊，他就那个了。太艰难了，慌惨了呀！确实，你这边是新开发的矿，所以还有点钱。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呀、啊，对方残花败掉啊，你这个是啊，新开包的。哎呦，这边啊，这边有的是那个，还是要防一下的。哎呦，哎呦，哎呦，都出来了，里面。能用什么货？里面有什么货？这是关键。头上两把金甲，不是吧？不可能金甲，这个时候转金甲哪那么多钱、啊？我刚好转飞龙了。如果他金甲的话，闪电币，闪电币，哎呦，哎呦，好呀，哎呦，哎呦，好难，撞掉了叉子，万，哎呦，出了很多叉子，吓得我。第一关要，我以为是什么呢？搞了半天是叉子。好，这波还被关在里面了，关在里面出不去了。那什么嘛，叉子。哎呦，家里面还有几个 lurker， 这个完全不需要。哎呦，送兵有什么？小狗别跟他打，哎，就 lurker 埋下去。哎，小狗堵住路口，堵住路口。这肯定的。哎，不让他走，全部埋死。我爽！哎呀。他没机会了，这波确实是经典战，没机会了，把对方关在里面，对方损失了所有的主力部队。如果他那波部队去开二矿的话，倒还好。哎，如果那边不然部队开个矿，我觉得真的杰迪不一定敢去。我还有兵啊！这暴兵怎么这么猛啊？好猛啊！是作弊器吧？杰洛特用那个红血瘟疫他。哦，杰洛特一红血，那真的是没什么用了，是，很伤。他这想到哪样了？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哦，我飞龙去了。飞龙呢？飞龙在这儿。他现在连叮当都估计很难出来了。哇，这把太惨烈了。你就可以这么猥琐了？你好意思吗？这，那又怎么打？先猥琐。但我也没什么矿啊，主要是。真的，这个时候应该踩对呀、啊，我说你好强啊！嗯，你说你是战魂吗？你一定是战魂，或者你说你是陈老师？对。你见过跟陈老师打中文的吗？打的还是拼音？我看一下，来几句，来几句。问他一下有没有兴趣要成为军师？对。说实话，他实力不错，就是。真的。哎呦，你不要在这里纠结他这点叉子了呀！我觉得他旁边可能开出矿了，是、啊，要不然哪这么多钱、啊？没有，中间你信不信？怎么可能？你在搞笑吗？过去一看，真的有，真的有、啊。杰迪从此就不相信爱情了。有没有？哎呦，来了！这肯定没有、啊。他肯定要在这开矿，我就搞点这个。他现在憋着一股劲儿，你知道吗？有一股斗志在那里。我好想上厕所啊，怎么办？那没关系啊，忍住才有战斗力。对，就跟赌钱一样，赌钱的时候都不能去厕所。
尤其在你赢的时候，你看你现在优势绝对不能去左右，要死人的啊，这个。好，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是吧？哎呦，好多兵啊，这。他怎么还有那么多兵啊？哎，真的啊，是不是？我觉得好。他哪来这么多兵啊？极大龙。好，看来这一局作为我们第二局的压轴之战也是很不错的。哇、哦，你闭嘴！闭嘴吧！哦，天哪！全中，还好，只剩两个了。这，不，你认真一点，认真一点。好。别打到最后，他那边光一站，说明十一点钟那边主矿也会被他占掉，所以你千万不能打赢。哎，不是啊，这什么情况啊？刚才是杰弟故意的吧？没有没有，我是那个想集在一起、哎。他怎么可能这么打他的人？不是，你不要这个时候问这种让我很难回答的话。回答一下吧，龙哥。他好多钱啊！是，他的兵就不断的。他怎么三矿这么多钱？对呀、啊。红血，红血，红血。不，他这个钱有点就夸张了。哇，又这么多兵，这太亡命了吧？看这边，看这边。嗯，应当撞掉，应当撞掉，没多少。好的，分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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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慢慢点。两把敌人才死一个。好，赢了，赢了。你这又赢了？你这句话说了好像有，我们又说了五遍了吧？这应该是第四。好，应当撞掉。Nice， 我觉得你应该分散一个个一个上去，另外就要藏起来。他是、啊、他来一个，就这就行了。不对，另外三个藏起来，藏起来，哎，藏后面去。合白球了，基地肯定掉了。哎呦，终于打基地了。哦，这把好难啊！很精彩的一盘。哎呀，不容易，不容易。来，好，我们鬼话九人前十让了两个东西。我爱你，你好吗？赶紧，你停下去，赶紧，赶紧。哎呦，我也爱你，我也爱你。你说你是对，你是这样吗？一定要挑逗一下吧。你一定是战魂。嗯，或者是逼死战魂是什么？哎呦，这种应该是隐藏在民间的高手，我告诉你。太厉害，是的。哦，葫芦，葫芦娃，葫芦娃，你以为是什么？是吧？狐狸娃，葫芦娃，哎，不对，这给他一个狙击点。哎呀，他闲聊之中被他开出风矿来了。原来是这种高端战术啊！这也行吗？这也行吗？有点意思啊！他们的风口开出来了，哎呀，我们还以为什么呢？导播赶紧把灯关了。我觉得对方现在很有优势啊！这什么情况？刚才我们放手放了有三四分钟，导播都准备下班了，突然气怎么了？又太狡猾了，真的太狡猾了！你跟他说我不爱你了。红雪。都一样的。哎呦，太坏了！不过这么多蝎子，真的放一把黄雾，这个地堡形同虚设。好、啊，打出第二次机器。啊，退了，退了，退了！哎呀，这个坏蛋啊！终于结束了。如果刚才你再多跟他聊一会儿，我估计就遭中了，走远了就。说明这个打星际还有很多元素决定是各种什么技战术水平只是一方面，对，你看心理层面的这种博弈，对吧？除了心理层面和技术实力，还有一点，幸亏啊，美国身上第一的啤酒啊，不然的话你真的赢不了。不，你有没有听那个故事？嗯。就是他打完机器以后，他自己打一个什么 has left the game、啊、然后你就退了。哦，有那种，有那种，而且还有那种是把字体给变了，对，把颜色变成黄色，颜色改成黄色。对，太狠了。好，庆祝一下，好吧，最后来庆祝一下，最后喝掉。哎呀，好好好，献丑了，献丑了，今天。干嘛？你跟他磕，都是你的吗？意思一下，意思一下啊，意思一下，意思，嗯，来意思一下，意思，啊，意思一下。
你打的还姐弟间真的打的还蛮爽的。 你觉得爽不爽？连续四个小时的出战。哎，除了输给什么肉鱼他们、大概他刚才真的看出来有点憋着一股劲。是嗯，不过刚才这一把打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是没有想到。嗯，还是非常精彩的。一开始那个我倒觉得他挺菜的，但后面感觉就越来越猛了。而且你看他，你吃他一波兵就马上一波兵就出来了、而且那个兵的数量真的是很强。对，也挺多的。不容易不容易。好，你现在到我们尾声了，感觉得这次给自己打多少分？给自己啊，五分吧。那给三三四打多少分？三三四啊，我不知道他那个，我也没看他那期。你认识你跟你以你对三四的了解，你觉得他在我们这种高强度之下会打出几分？我觉得他应该是个那种属于人来疯的那种吧，可能人多一点这些，反而打得更好，反而打得更好。我对，有点道理。好，那个今天是跟什么肉鱼或者是东海打是吧？跟郭没跟郭勋打，郭勋打了对啊，没跟郭勋没跟郭勋打。然后好几个隐藏的民间高手，尤其刚才这个小伙子真的是有实力。这个希望民间高手们有机会可以上 PU 论坛发个帖子报名一下，是吧？如果合适的话也可以上我们全屏之夜。是的，是啊，你看我们连彤彤女生都准备请了。七级关键是女生。不是，她打二位二也挺猛的。我听说二位二十几级。14-15级。她跟谁搭档？就说前两天啊，她跟在你的精心栽培下面，她现在实力很强。没有，我都是抱大腿的。啊，你抱彤彤的大腿？对啊，我都是跟着她混的。彤彤的大腿粗吗？不知道啊，你不是抱大腿 吗？没有，抱大腿只是一个形容词，抱临时抱佛脚嘛。啊、对对，那他的脚香吗？抱他的大腿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没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那肯定很粗啊。就跟抱龙哥的差不多。我大概知道了。好，那个快乐的时光永远是短暂的，换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痛苦和长战。那谢谢您这个每周一晚上的8点准时收看我们全明之夜啊，这个每周一打一盘星期一啊，纪念我们永不逝去的青春。然后今天特别感谢这个爹地锅，辛苦了，真的从你们也辛苦了。然后明天又回家，而且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成都确实很强。是的，今天就是也开了眼界了，关键是还知道了贵阳人喝酒的能力。是的，好，那希望这个大家下周一再锁定我们的全明星之夜，应该还有更加强大的嘉宾会过来啊。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拜拜，好了，拜拜。